煮吧。好嘞，导航折雷羊。导航开启完毕，请问来的什么羊？绵羊、山羊、烤全羊，还是 DJ 喜羊羊？请说清楚。不是雷羊，是山东省雷羊市。来羊四儿咋的？他的羊也来了吗？真是兔子不见狗不悔。你这个逗号，你是不是周畅？我说的是雷羊市，这是个地名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这个笨蛋。你说我是笨蛋？不，我说的是中午你吃的笨炒鸡蛋。现在导航过去，请注意倒车，后方车辆价格昂贵，你八辈子也赔不起。目前最好的办法，请保持3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，拉手刹，熄火，下车，爆头。导航，你就这么瞧不起我？要不是空气免费，你都活不到现在。所以凭你的智商，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人群拥挤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挡到你喝西北风。哎呦我的妈！山里穷，人又丑，身高1.59米，初中文化一无所有。都好，你就别逗我了，我今天心情非常的不开心。咋的？是不是又被甩了？还是又胖了？你说什么呢？董浩，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我不是活腻歪了。你跟你妈妈就这么聊天的吗？对不起，你不是我妈妈，你是我姐姐。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呀？不，我妈妈如果这么穷，我这一辈子就完了。你那家这董浩也太智能了吧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渣男丑男，你别笑，你长了两个绿豆眼，你都看不到我，我在哪，我在哪，我在哪。啊！我